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啊。今天的话是礼拜四，明天开始啊就是休假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中餐，这是我们的海底捞中玉，嗨嗨，这个是我们的明山，他在舀汤。OK， 慈祥的明山，这是。你这样觉得很讽刺？没有，我是说实话。哦，好好，这是豆腐，明山不开心的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我很讽刺。好了，那我下次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啊。豆皮，这个是。你讲任何话都有问题。好，这个是菜，这个是素食的。好了，就跟他对不起。这是饭的部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齐道大哥郑永军。OK， 今天用餐的朋友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来装饭了。